吕飞石狮市五社五星同乡会举行庆祝成立70周年暨第69连70届职员就职典礼。The Wuxia Wuxing Hometown Association held a celebration of its 7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induction ceremony of its 69 to 78 batch of officers.2024年5月6号晚，吕飞石狮市五社五星同乡会假作世纪海鲜酒家隆重举行庆祝成立70周年暨第69连70届理事会职员就职典礼，飞华友好团体嘉宾代表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。名誉理事长蔡安顿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，他总结了同乡会在疫情期间克服重重困难，积极开展各项工作，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。他相信在新届理事长许志强的领导下，同乡会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。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理事长严友洲担任监事员，见证印信移交并幸会。新届理事长许志强在致辞中表示，自己承蒙乡亲们的厚爱，接下同乡会理事长的重担，深感责任重大。新一届的李监事一定不辱使命，承前启后，薪火相传。希望任期能够继续推动与家乡以及香港同乡会的交流，增加同乡会后裔对家乡的认同感。菲律宾许氏宗亲总会理事长许文忠担任大会主讲人，家乡庆贺团团长、凤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寻祥，石狮凤里后花社区书记许义佳，石狮市五星实验小学校长张其祥，旅港五星五社同乡会会长黄清超等先后致辞。期间颁赠感谢盾牌与大会主席蔡安顿、监事员严友洲、主讲人许文忠，然后与家乡庆贺团互相交换纪念品，特捐慈善福利金与多个团体，并宣读凯捐该会福利金名单。市长徐伟念致谢词，秘书长黄树仁担任大会司仪。典礼仪式之后进行了聚餐、祝酒、抽奖。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。